上一集，两队为了不想被悬挂在半空中掉进湖里的惩罚，而彼此争得你死我活的。众议员在五人独木桥里同心协力、奋不顾身的表现，还是征服不了摇晃不定的独木桥。另外，在神奇摇晃板这一关，各个不顾形象、丑态百出的努力闯关，就是为了要争取宝贵的分数。虽然在泰山捞球里，有些人跌倒，有些人是受伤的，个个都毫无怨言的全力以赴，希望能战胜对方，真是勇气可嘉呀！目前战绩，捷克队是以4-2暂时领先。咱们的成伟队到底能不能扭转局势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蜻蜓点水这一关，每队派出一位代表，在走过漂浮不定的水喉管上，必须拍打气球，一粒气球计算一分。现实内成功拍打最多气球者，得分越多。杰克队派出的就是杰克队的 Ken， 哇，猛将哎，第一个要这样子吗？我很重啊，我现在很担心。好，3、2、1 ，Go Go！ 会沉吗？不会沉吗？ Ken， 不要站太久。Ken， 汤米了，我汤米了 ，Ken。不可能！时间有限啊！趴着！10秒过去了！天哪，太快了！已经有一分钟的时间而已嘞！你去，大步去，中间的浮力比较好。对，大步都跳过去，跳过去！1、2、3，你呢？是挑战失败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成伟队呢，就要派出啊！自信，老朋友，对，3、2、1，跳，跳位那个力会太多，小心，可以的，平衡，你沉下去了，这个算犯规，应该不算犯规，怎么可能那么难上啊？哎，这个游戏不忘的，这个游戏根本不忘的吗？换句话说呢，就是成伟队的 V 挑战失败，接下来轮到我们杰克队的杰克。已经半身掉进水里面了，觉得那个要求太苛刻了吧？我们又不是蜻蜓啦。杰克队的杰克是挑战失败的。失败。接下来我们成伟队要派出的是一位女生，聪明又伶俐。3、2、1，掉下水。长吗？这个可以。这个好轻哦。哇，厉害！可以了，哇，好轻。一粒碰。碰不到。小心。慢慢来，一分就好。慢慢。我们拿一分。加油！慢慢来，你 OK 的，可以的，加油！还有20秒，的中间，拿到一分就好了，明丽拿到一分，我们不要太小澳洲人。拿六分，对，顶着，来，稳着，对，可以，那边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 ，OK， 拿到一分就是一分了，对，两分，慢慢，加油，小心，这里很滑，会开的，多一个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4分，恭喜杰克队获得4分。其实我很怕我会沉下去。3、2、1，哇！你们话不要说太杂哦。就稳住点，还跑。OK， 1分。旁边有一个。2分。小心！快点！快点！还有几多分钟呢？10、9、
们为陈伟队夺得六分。耶！然后呢，杰克队将会派出家俊。耶！家俊小心，加油加油！派大步大步大步，小心啊 ！OK， 很好，爸爸的，哇，厉害！哦，厉害！他比我凶。OK， 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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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紧四根四根抓紧，你有时间的，你有时间的，好厉害，家俊。他好像壁虎哎！加油！哎，我们快一点，三，有有有，有没？有有有，四，还有两分，还有两分，快快！有有有，有有。我们，所以现在就要看陈伟队啦。我们要拍的是。心仪，今天整个节目没有一个环节我拿彩，现在还不让我拉彩的死。你看，三、二、一，跌下去，心仪可以的，跌下去，掉掉，滑滑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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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分，一分，金色，耶，两分。恭喜心仪为陈伟队获得了五分。那接下来呢，也是最后一棒喽，要看我们的杰克队的 Titi。先拿六分，然后回再拿六分。好，准备 ，Titi， 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抓好啊，滑啊，来 ，Titi， 一分。两分，小心小心，这里小心，小心啊，不够长，三分，三分，快点快点，不用担心 ，Go， 加油，好，恭喜杰克队的 Titi 获得了四分。Yeah. 现在要看陈伟喽，最后一棒，三、二、一，站，练下去，练下去，好，练下去 ，OK，press， 两分 ，OK， 两分，哎，那个球变小了呢，恭喜陈伟获得三分。那在这个蜻蜓点水里面呢，陈伟队以19-13获胜。啊，用力用力！我不行我不行，不要不要！活命钢线，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是厉害的，很恐怖。来到夺命杠线最后一关，稍微不胜的人就得从高楼坠下，保证惊险万分。首先，每队派出两位代表在半空中走杠线，两人只能借着一条绳子互相扶持和平衡，走到定点，计算过关。来队朋友可以顺利过关，而且可以去到终点的话，就可以获得一个 O D M 的手表，是每人一只哦，每人一只，真的好高哎！你看，真的是夺命吗？就以剪刀石头布看哪一队先玩。剪刀石头布，你把你那种恐怖还有恐惧感全部喊出来吧！在这边，我想先唱一首歌，可以吗？我怕等下没有机会唱。啊 ，OK， 踹踹踹，等下没有机会唱。我填满了你的不完整，不需要变成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想唱一首歌，风刀风开锁，有放个摄像头啊，
现在是时候要慢慢距离要越来越远哦。拉着，然后开始了，他们脚了，已经开始在晃在抖，紧张的时候也是在摇着。我觉得他们做得不错哎。对，因为他们开始很平稳。OK， 他们已经慢慢的用手去拉绳子了哦。在这个角度看上去呢并不可怕，但是他们在上面呢，你看那个脚一直在抖的。但是 Jason 比起明丽呢，明丽会比较稳， Jason 可能是比较大只，比较体重比较。而且他们现在总算完成了三分。完全没有喊过一声怕，不要啊！你要从那个手，然后放开，然后拿绳子的那一刹那，那个真的是你要克服你心里的障碍。是的。那接下来真的有点怕嘞，我不知道讲什么了。到杰克对的杰克，还有阿 Ken， 阿 Ken， 啊，谁来看了 ？Go go！ 在20尺两层楼高的这个高度呢，然后要走杠线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对啊。OK， 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。看到现在他还不敢把那个手放开。OK， 你干嘛？不要吵了。慢，加油，加油！不要担心，两只手握着，握着。对，关键时刻，关键时刻了。关键，看啊！现在这是很难的，要阿爸。啊，用力！成功到达那个终点哦，只不过因为你们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所以呢是没有办法拿到手表。哎呀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赢了很开心就好。对呀、啊，那现在就要看那陈伟对他们的那、表现怎么样了。有什么感想你想说？我想回家。回家。没有，你快点上去了，你快点下来就可以回啦。对啊，你一上去就跳下来。加油，你们两个可以的。我们的陈伟队长在上面，还有一个不安天后胡心怡也在上面。好了，开始。你看现在气氛很，其实气氛是很沉重的。为什么呢？而且大家呢，我觉得这里的朋友呢，全部都是为他担心。对，每个人的表情都。我明白的。哦。我就让他去背着。六娜，其实。哎，我拉近。小心，小心。没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。你放手，是你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爸爸，不要，不要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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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来，我们给掌声，谢谢。哎，你好厉害啊！放心。今天终于做一个很称职的队长，因为你全程都是照顾这些。好棒！真的鼓励，真的鼓励，我敬你。你懂不懂？时间其实已经是过了很久了，但是我们可是我走到一半，我又不能回去，我要这样。对，陈伟还有啊，第一次挑战失败，但是你们两个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。哇！因为嘉俊他平常弹那个钢琴啊就很厉害，很了得，对不对？不懂呢，他等下走这个杠线的时候呢会如何？挑战极限！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第
第一步已经是很大步了。哎，他们完全不握着彼此的手哎，怎样？对，啊，可能他们一开始就想要害臊。哎呦，你看，对，这样的那个手的。你另外一只脚先踏着那个杆线那边，扎马步，放手 ，OK， 对，马步顶着，绳子拉紧。哇，很慌啊，我很慌啊，我不行，啊，向前倾就对了啊，向前倾。他已经走了。你有感觉到他害怕吗？在抖，对不对？你也在抖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以为他真的是咬紧牙根呢。好，对对对，我不能了，我脚很轻。来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把手扶着他的手掌。姐姐，你不要蹲，好，起来先吧。我已经听到他说他不行了。站直，你站直，你站直，来。我不能，我脚抽筋。脚抽筋啊？我脚抽筋不能。哎，他脚抽筋哎。放手上去了，而且呢，那个明丽就很快就把那个脚踏出去那个钢线那边 ，OK 吧？应该 OK 吧？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挑战开始喽 ，Nothing is impossible， OK？ 想就唱歌 ，1 2 3 哇，他们这一组是蛮快的，你看，一开始已经是踏出第一步了，很勇敢哦，而且他们的绳子不会太靠近哦，就毫不犹豫就把脚踏出去就对了。没有，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啊，刚好刚才明丽已经玩过这个了。明丽不可以全蹲啊，因为明丽她是很勇敢的，原本是已经说好是由男生跟男生上去，但是明丽就自己说，不如给我多试一次，她一定要挑战成功，就是这样子。Yes， you got it， 慢慢来，不要急。拉着我，拉着我，拉着我，大家互补，记得互补。失败了，不甘心，下来吧，不好意思。所以 next 的一组就是杰克队了，他比较害怕，所以就让我上。阿 Ken 还有弟弟，你现在注意听我讲哦。如果这一个回合里面，你跟弟弟能弟弟是几点？你跟弟弟能够成功的到终点的话，你不只可以拿到手表，而且还可以拿到我跟阿 J， 哎，阿 J 一神，我跟阿 J 一神，两个桃园包拿100块给你。不管我是我，如果是这样，换人看我上。时间已经是一秒一秒的开始了，到底他们会过得怎么样呢？其实根本不怕的。我跟你讲，定着就好。哇，你看他们那两个的平衡度是真的很稳耶。没有，因为他们还在扶着铁，所以很稳。对，因为他们已经你看，完全没有抖的感觉。惨了，我们的100块。信心，要有信心。信心，慢慢走到终点走。加油，他们已经走到一半了。怎么可能？还有一半而已。来。加油！他们的手腕就是没有离开的，你看。来，继续过，来，互相拉扯，来，走快一点。弟弟的表情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手握在那个绳子。我脚抖很厉害啊！我身抖很厉害。来，盯着，不要摇。走。差一步罢了，为什么不要过他？不是不要过，其实我打他，因为后知不定。没有，其实这次我反而更紧张哎，我脚比第一次玩的时候抖得更厉害，所以有时真的是不能控制的，有时真的是那边走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因为呢，你是被我们刚才所给的那100块的奖金，对，给自己有压力，所以呢，这个队在这个朋友呢是挑战失败。
那在这个夺命钢丝里面呢？夺命钢丝。啊，感谢两位嘉宾，我真的很。很软啊，吃慢点喽，没有力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夺命钢线里面，这个有，你给我去跳海，我去跳海。去去去去，没有人阻止你。我们来讲啊，不然等我嘞，我得跳海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夺命钢线里面呢，所以在这个夺命钢线里面，杰克队是以一分获胜。我可以讲话吗？人生很美好的嘞，原来。今天的总成绩是陈伟队以21:18破三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很久没有赢过了。你看是你，总绩还只有现在才笑哎。然后你知道缘分就是这样，你以为你可以拥有它，其实是擦肩而过的。就是你们这一团黑的这个，这个团队受惩罚。小龙。好勉强哦，老弟，好怕哦，真的，他根本是，妈咪，你看到这个，你一定很惊讶。哇！说一二三已经拉，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没有哎，他是一二三，我们等了很久，我还以为他还没放，其实就放下来，那感觉真的 ，Oh my god！ 掉下水那一瞬间是空白的，哇，好痛啊！我看到那个震撼力掉下去，啪嗒，那种感觉，哇塞！大体重的关系啊，所以掉下来的水花特别大。很辛苦了，很恐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接受惩罚呢，这个 ODM 呢也会送出一些手表呢来奖励他们的。对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韩国的化妆品牌 Laneige 对送出的产品。那今天呢也非常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嘉宾，谢谢。所以今天的翻滚够好玩，成功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翻滚够好玩。没有人叫的，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尖叫的？